上主叫你追念，上主叫你追念。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圣十字架堂的追思以往殿灵祈祷。也欢迎居家教友与我们一同为所有在炼狱中的灵魂献上意向与祈祷。在教堂的入口处，有一个爱心奉献箱，欢迎大家的爱心奉献。今晚的祈祷会包括了炼灵祷文、炼灵玫瑰经、王者祈祷文以及神圣慈悲串经。兄弟姐妹们在11月8日之前呈上的王者的名字，已输入在每一端炼灵玫瑰经和慈悲串经的投影上，在11月8日之后呈上的名字也已放入箱子里，献上在祭台前。那些未能把名字呈上的教友，可在祈祷时也默想您所思念的亲友恩人，一起献上您的祈祷。请大家把手机调到静音。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与圣母玛利亚和诸位天使圣人献上我们最真诚的祈祷。请起立。神在，神在，神在，全能大主宰，清晨欢悦歌颂，高声颂主神啊，神在，神自由。
各位兄弟姐妹，十一月炼灵约，教会特别在这个时候邀请我们追思亡者，提醒我们在世的信友，基督的允许，他以自己的生命向我们揭示，肉身死亡并非归于泯灭，而是迈向永生的门槛。他也邀请我们在短暂的尘世生命中活出爱的生命，参与他的死亡，进入他复活的光荣。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请大家祈祷。天主，我们坚信你圣子已从死者中复活，求你仁慈地俯听我们的祈祷，使我们对你以往仆人的复活怀有确切的希望。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天主之母圣玛利亚，请为亡者祈求。圣米格尔加伯济勒法大天使，请为亡者祈求。天主的众天使，请为亡者祈求。圣若翰使者，请为亡者祈求。圣若瑟，请为亡者祈求。圣伯多禄及圣保禄，请为亡者祈求。主的圣宗徒，请为亡者祈求。圣德方济助致命圣人，请为亡者祈求。天主的众圣人圣女，请为亡者祈求。求主垂怜，求你宽恕亡者。求主垂怜，求你俯听我们。在战法的牢狱，在炼狱的烈火，求主拯救亡者。在以往的罪恶，求主拯救亡者。在离主的痛苦，求主拯救亡者。仰赖主的来临，求主拯救亡者。仰赖主的圣诞，求主拯救亡者。仰赖主的受洗及受斋，求主拯救亡者。仰赖主的十字圣架及苦难，求主拯救亡者。仰赖主的圣死与埋葬，求主拯救亡者。仰赖主的光荣复活与升天，求主拯救亡者。仰赖圣神的降临，求主拯救亡者。在审判的日子，求主拯救亡者。我们罪人求你垂怜，俯听我们拯救亡者。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宽赦亡者。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福荫我们为亡者转求。赦免世罪的天主耶稣，垂怜亡者。天主福荫我们为亡者的转求。天主垂怜我们为亡者的转求。基督俯听我们为亡者的转求。基督福荫我们为亡者的转求。望主垂怜，俯听我们的祈祷。我们的呼声上达于主，请大家祈祷。全能无始无终的天主，一切信友的安慰，恳求你俯听我们，赦免去世的诸位信友在世上所犯的罪，以你的慈佑使他们获得安定的居所，荣登天国，获享主恩，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现在请大家拿出玫瑰珠，我们将开始诵念炼灵玫瑰经，教友们可以选择跪下或坐着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凡诸信者灵魂，特别是我们祖先亲人的灵魂，赖天主仁慈，免其炼狱之苦。我将耶稣宝血献于全能天主圣父，求赦我罪，并赐罪人改过，即就炼狱灵魂，早归于安所。须玛利亚，无玷之圣心，我灵之救助。为在教会内逝世的各种族亡者灵魂，安多尼、沙德、费尔德斯、书记主教、荣归的神父、修士、修女们，弥光华神父 Father Angel Luciano、 洛瑟杰尼亲神父，因新冠疫情及在各灾难中丧失性命的灵魂，被遗忘及徘徊漂流的灵魂，为所有未能出生婴孩的灵魂，为尚未认识天主的灵魂，恳求圣母开尔仁慈之心，赐以圣宠以救炼狱灵魂。恳求圣母开尔仁慈之心，赐以圣宠以救炼狱灵魂。恳求圣母开尔仁慈之心，赐以圣宠以救炼狱灵魂。恳求圣母开尔仁慈之心，赐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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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宠以救炼狱灵魂。恳求圣母开尔仁慈之心，赐以圣宠以救炼狱灵魂。恳求圣母开尔仁慈之心，赐以圣宠以救炼狱灵魂。恳求圣母开尔仁慈之心，赐以圣宠以救炼狱灵魂。我将耶稣宝血献于全能天主圣父，求赦我罪，并赐罪人改过，
急救炼狱灵魂，祷归于安所，须玛利亚，无殿之圣心，我灵之救助。恳求圣母胎儿仁慈之心，赐以圣宠，以救炼狱灵魂。恳求圣母胎儿仁慈之心，赐以圣宠，以救炼狱灵魂。恳求圣母胎儿仁慈之心，赐以圣宠，以救炼狱灵魂。恳求圣母胎儿仁慈之心，赐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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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宠，以救炼狱灵魂。我将耶稣宝血献于全能天主圣父，求赦我罪，并赐罪人改过，急救炼狱灵魂，祷归于安所，须玛利亚，无殿之圣心。恳求圣母胎儿仁慈之心，赐予圣宠，以救炼狱灵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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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耶稣宝血献于全能天主圣父，求赦我罪，并赐罪人改过，以救炼狱灵魂。祷归于安所，须玛利亚，无殿之圣心，我灵之救助。恳求圣母胎儿仁慈之心，赐予圣宠，以救炼狱灵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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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恳求圣母
开尔仁慈之心，赐予圣宠，以救炼狱灵魂。我将耶稣宝血献于全能天主圣父，求赦我罪，并赐罪人改过，以及救炼狱灵魂，早归于安所。须玛利亚无玷之圣心，我灵之救助。恳求圣母开尔仁慈之心，赐予圣宠，以救炼狱灵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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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主赐一等永安及永光照之弟子安所。阿们。请起立，让我们为亡者祈祷。各位兄弟姐妹，主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唯独他能给予我们去世的亲友永生，让我们向他的父祈求。请为受着各种苦难的基督徒祈祷，求主坚强他们，使他们经得起考验，结出忠信的果实，得蒙天主的恩泽与怜悯。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临终的人祈祷，愿天主给予他们安慰，使他们一心注目天上的永生，在信望爱中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让我们为已亡的亲友恩人祈祷，求主以他的大爱和宽恕悦纳他们，迎接他们到天上。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全能的天主，你的圣子如常人一样经历死亡，求你把他为人类赚得的复活与永生恩赐给我们和我们今天纪念的亲友。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接着我们将进入神圣慈悲经，教友们可以选择跪下或坐着祈祷。
主耶稣，你的圣死为灵魂流出生命之源，也为普世开启了慈悲的海洋。啊，无限神圣慈悲的生命之源，倾尽你的恩宠，留住我们及普世。主耶稣，圣心流出的血和水，你为我们是慈悲的泉源，我信赖你。从主耶稣圣心流出的血和水，你为我们是慈悲的泉源，我信赖你。从主耶稣圣心流出的血和水，你为我们是慈悲的泉源，我信赖你。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御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我信父的唯一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圣神降孕，由童贞玛利亚诞生，他在比拉多之阵时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他下降阴府，第三日自死者中复活，他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他要从天降来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我信圣儿公教会，诸圣的相通，罪过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阿们。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即天主性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即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即普世。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即普世。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即普世。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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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世。因他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性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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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的自卑惨苦难，
求你垂怜我们既普世，因他的自悲惨苦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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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垂怜我们既普世。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性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既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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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性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既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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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性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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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
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耶稣，我信赖你。耶稣，我信赖你。耶稣，我信赖你。圣父天哪，唯我等齐。耶稣主念的经文，请众同祷。永恒的圣父，我将你圣子最宝贵的圣血，结合着全世界今天举行的弥撒，奉献于你，为念义中的灵魂，为全球的罪人，为普世教会的罪人，为那些在我家的与我的亲属的罪人。阿们。现在我们请神父为我们说几句话。各位兄弟姐妹，感谢你们今晚来参与这个祈祷会。那我们的这个为列宁的祈祷会表达了我们这个教会诸圣相通工的这个道理。我们世上的信友，我们跟已亡的亲友，还有圣人，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用这样的精神今天举行这个祈祷。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祈祷必蒙天主的悦纳，也愿我们这样的聚会和祈祷帮助我们这些在世的信友们，我们继续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爱互助，相亲相爱耶稣基督福音的精神能够活出来。那神父现在给你们最后的降福，请起立。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降福你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谢谢大家。谢谢神父。